开始啊！大家好，我是 Anson。今天呢，我们 For You 来出外景了，协同我们的姐妹平台 Inco 来出外景。那今天我们在哪里？有小编，小编帮我照一下。Uncle 不见了，我们在屈臣氏。小编有人看我们直播了吗？目前还没有啊。还没有，我在屈臣氏同一店等你看我的直播。有人进去的时候告诉我，我要继续讲话了。现在有一个人进来了。这个人我来告诉你，我们在屈臣氏的同一店，不要忘记帮我们按分享，还有留言，就是待会大家帮我分享这个直播，那在你的抬头上面打上是 YouTube 跟 Steve 的新品上屈臣氏。你就可以，我记得要配个朋友哦，你就可以抽到我们一整套的四元素的神秘新品。那这个新品是什么呢？待会我们就要开箱。小朋友有人理我们？有六个人回复了。六个人回复吗？怎么都没有人私讯我们问题？快点，有没有人要理我们？拜托大家。有一个有赞了，有赞了。外面太热了，我受不了了，我要进去里面开箱。Okay, 十个人了。十个人了吗？对。好快好快，好热哦大家。今天呢再跟大家说一次，我们在四 YouTube 的屈臣氏同领店、那这个同领店呢是在屈臣氏里面，可以进来吹冷气。好，现在看到直播现在有超过十个以上吗？现在八个，是不是？大家赶快帮我转分享这一个直播，然后上面帮我打四 YouTube 跟 Steve 的新品上屈臣氏，还要配个朋友，我们会抽一整套的什么？小编会抽心动拍布一整套，九个颜色哦。哇，小编你太大方了，老板不在你就乱送，对不对？讨厌啦。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开箱新品，因为太多朋友一直跟我们家的小编询问、私讯我们的新品到底怎么用。我们今天小编都派出了我来跟大家解释我们新品怎么用。我们首先要介绍第一个新品是心动拍扑唇甲酸，那它原价是360，特价是239。那我跟大家说它要怎么用，来请教。待会是要抽一整组哦，大家要记得赶快分享我们的直播哦。就是抽这整组，快点快点，分享了吗？分享了吗？小编他有九个颜色，对不对？对。好，待会啊，我们在介绍的过程中还会有其他的抽奖，就是我会跟大家机智问答。那这个问答的题目都非常简单，我会一定会打 pass 给大家。老板不能看，对，老板不能看我打 pass， 所以一定要认真听哦。那我们先来打一个 pass。我们的这个心动派不全家穿哦，九个颜色哦，九个颜色。好，大家待会题目就在我的手上，待会再告诉你题目是什么。好，大家看到了，这边是我们的心动派不全家霜，小小的非常可爱。那这个东西为什么它叫全家霜呢？因为顾名思义，就是用在脸上跟唇上。那唇部怎么用，跟脸部怎么用？大家看一下，我手上拿的是心动拍布唇甲霜的二号色。那这个二号色啊，它是属于比较是蔷薇色。来，大家看一下我的手。它是使用的时候，拜托大家挤一点点就好，它非常省，真的挤一点点就好。看得到吗？看得到。好，那为什么我们要用它来当唇甲霜呢？第一是因为它的质地非常的保湿保水。但是哦，它是雾面妆感，大家时下小女神小编你最爱雾面妆感对吧？是我超爱的。来，大家看一下我手上这个啊，大家记得你如果要使用的时候，拜托看我手指点一下就好了，不要点太多下哦，因为它超显色，四 YouTube 对，超显色，四 YouTube 每一个产品都很显色，超显色的。OK， 好，来看看我的手上，使用的时候记得沾一下就好。然后你可以上在唇上或者上在脸颊上，就会有淡淡的蔷薇色，好美哦！是不是？我想看后叉，后叉是什么颜色？后叉是什么颜色？是不是？来，记得大家上腮红或是在唇部的一个彩妆的时候，都是少量多次上，好吗？没问题。对，你知道三只小猪，有一些小猪就是为了赶工一次后后上，结果房子就什么塌了，就跟你的脸一样，所以我们就循序渐进。慢慢上，你的颜色就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裸透。八十个人了吗？对，这颜色是超美的。这颜色是什么？心动拍布唇甲霜的二号色。有人问任何肤色都适合吗？这个颜色？大家，我们今天都是亚洲人对吧？亚洲人最在乎什么？
白，显白，一定要显白，很怕黑。怕黑还有，来蜡黄呢？我告诉你，因为 CU 就是来自泰国的品牌，泰国最什么最热，然后肤色最，就是比较有健康。那大家会害怕这些事情的话呢？CU 非常贴心，它的每一个基底都有我们的红色调，那它可以帮助我们矫正蜡黄的肤色，蜡黄肤色，所以每一个肤色都可以使用，只要是亚洲人，你每一个肤色都可以使用。那心动派布唇牙霜，大家也不用怕它干的话，就是它是很雾面的妆感，大家也不怕它干啊、显唇纹啊，或者这个浮粉，大家都不用担心，因为心动派布唇牙霜这一次很贴心，跟别的品牌不一样。它今天加了 Q10 维他命 C 跟维他命 E 的成分，可以让 Q10 可以在你的唇部让你的唇纹不见，也可以让你的色素沉淀消失。OK， 好了，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心动派布几个颜色吗？好像是9，很像是9，是不是？大家准备好了吗？快手哦，要来问问题喽。我们先问问题，等一下再回答大家的问题哦。好，大家来看看。请问心动派布系列总共有几个颜色呢？赶快回复，赶快回复！对，这个是新品。新品。总共颜色。有人回答对。还没，快来回。快抢头香。有几个颜色？好像大家不太清楚，那我们再提示一下。老板应该没有在看直播吧。老板没有。老板，其实我们有9个颜色，大家应该都没听到我刚刚打 pass， 对不对？我们有几个颜色，大家赶快打上去留言啦、啊。1、2、3、4、5、6、7、8、9。啊，有人答对了 ，Vicky Wang， 恭喜你！我们小编赶快私讯他。小编私讯他，赶快私讯他。来，我们是9个颜色。他可以获得什么礼物？他可以获得我们有3支心动派布唇牙霜，回答一个问题就可以拿到3支派布喽，送了哪三个色号？我们是不是要直接寄到他家？我们直接寄到他家，总共是147。来，小编会找你哦，小编会找你，麻烦你告诉他你的收件地址之类的详细资料，然后这三支会直接寄到你家送给你。好，那我们事不宜迟，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不是？下一个问题先等等。刚刚大家知道我的心动派布唇牙霜是用手上嘛，对不对？嗯。除了用手上，如果你真的很担心，不知道怎么样拿捏力道的话，请看。哎呀，掉了。没关系。心动派布唇牙霜呢？它旁边在同里面是四 U 兔各位。OK， 真的不知道怎么上的时候，麻烦请看这边 ，skin 部柜位的下面有我们的肌推的美肌海绵。哇！小编，这个话说是韩国知名的某个大神，是 Pony 大神吗？推荐的海绵，对不对？因为它里面都是空气。我跟你讲，我以为它是枕头，超舒服的。它是枕头，所以这个呢？你打在脸上的时候，它会有什么空气感？蓬蓬的空气感。姐妹们，你们最喜欢什么？苹果肌跟乖乖的唇部，对不对？告诉你，就让它苹果肌马上就出来了，弹润到不行。哇！再加上我们的心动派布唇牙霜有什么 ？Q10 可以让你的美肌在。像个小灯泡一样呢，好好。有人说想要再看试色，想要再看试色是不是？小帮手，帮我拿住我的东西。好，那我们接下来推荐大家比较，应该说近一年很流行的泰奶色，好不好？没问题。来，泰奶色在5号在这，大家记得，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泰奶色的人，不要错过5号。而且这一支才多少钱啊，小编？239而已，一支超便宜的。239，你的唇部跟脸颊都可以用。这个你就直接这样子啊，放在口袋有没有？我跟男朋友约会了，哎呀，还没上妆，拿出来就可以上妆了。OK， 记得大家。这个是5号色，是泰奶色。刚才这个是2号，现在我们要使用的是5号。5号色一样哦，大家记得使用就是这样一点点。知道用量要多少吗？一个米粒而已哦。什么？小编米粒太过分了，这是半粒米。半米粒就可以。半米粒。那这样很省哎、欸。真的。大家现在拿了什么？振兴券，赶快来屈臣氏啊！振兴券都拿了，来屈臣氏。跟你讲，
大家记得我刚刚说了，用手沾一下就好了。一下，大家不要误会，我没有比中指。一下 ，OK， 好嘞，大家转到这里，点一下，之后推开，循序渐进的慢慢上，不要一次上，不然会跟三只小猪一样，成家门都会塌下来。OK。这个是大家很爱的太奶色，它的应该说，如果要用太奶色来形容的话，它就是牛奶加的比较多，让你是比较牛奶肌的显色哦，会让你的皮肤是有牛奶肌的白皙。这个是二号，现在我们刚刚示范的是五号色，是不是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上这么显色的颜色 ？OK， 好，大家现在都在吃饭吧，对不对？有人说想要看八号哎、欸，想要看八号，在看八号之前，我们先来抽奖好不好？没问题。太无聊，来，刚刚还记得我刚刚转这里要转这里吗？对。好，大家记得我要打 pass 哦。我们用什么Pony大神喜欢什么东西？喜欢什么东西？喜欢什么东西？来，再见了呢。来，问题就是，请问心动拍肤唇颊霜除了用手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什么上脸呢？快点，赶快回答！这个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是抽什么东西？这个呢，又是要送三支心动拍肤唇颊霜吗？小编，对 ，OK， 就是我刚刚手上的二号、五号，再加送一支八号，总共超美！快点，快点！啊，有人回复了。第一个，请联系 Hannah Lin， 他第一个回复美肌海绵，给他掌声，小帮手掌声，太棒了。Okay.待会258就会在 Hannah 吗？是 Hannah 吗？对，是 Hannah。Hannah 待会小那个宅急便就会敲敲敲三次就到你家了。OK， 我们刚刚介绍是二号跟五号，对不对？嗯。接下来我们要赶快快速介绍 Hannah 刚抽到的八号，八号是我们的莓果色。Hannah， 我告诉你哦，记得哦。Hannah， 看一下我的手。看清楚，挤一下，我又不小心挤太多了，真的这个就是一下就好。那一样用手沾一下上上去，啊，刚刚鼓掌鼓到我手都红了。来，一样化开，循序渐进上哦。这个好像番茄，它是番茄的莓果色，好美哦，是带莓果色的颜色，所以这三个颜色其实都很适合台湾人。那我再说一次，这个是二号色，五号，现在示范的是八号，好。这个啊，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上在唇上，你的唇纹就不见了，而且它里面都是保养成分 Q10 维他命 C 维他命 E， 你就把它拿来当有颜色外出的唇蜜上就好。OK， 你的唇纹就消失不见。OK， 好，我们今天心动拍肤唇颊霜是 For You Two 的开箱，但是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有另外一个姐妹品牌吗？就是 Skin Fu 嘛，对不对？哦。金富呢，今天他也有推出新品，那我们今天要来帮大家开箱的是五分钟面膜。五分钟面膜，大家记得哦，我的五讲得很大声哦。五分钟面膜，这是一个 pass 哦。OK， 好，大家今天讲到的五分钟面膜就是金富五分钟面膜系列，原价680，新品特价459。而且是在屈臣氏已经上架了，屈臣氏上架了。OK， 大家记得了五分钟了吗？五分钟。OK， 大家记得了，这我待会要抽奖的问题。之后在这边，刚刚大家没有抽到心动拍肤，对不对？我要提醒大家，赶快 ，Oh my God， 赶快转发我们这个直播。然后呢，上面打着四 U Two 跟 Skin Food 的新品上屈臣氏。记得 tag 你的一个好友， tag 一个就够了。我们小编在直播结束之后呢，会抽出整组九个颜色。对，刚刚这边，哎呀，被我丢的有点乱，赶快把它放好。九个颜色会送给大家，有人有兴趣吗？有兴趣的话，帮我按个爱心之类的。有的，我看到很多直播主都喜欢，帮我按爱心。OK， 有人问，这是只有屈臣氏有的吗？我跟你讲，四 U Two 跟 Skin Fu 呢，是我们屈臣氏的。这里，哎，小编近一点啦。好，近一点。屈臣氏独家。我们是屈臣氏独家。OK， 大家记得要来屈臣氏的。For U Two 也是屈臣氏独家哦。OK， 拜托大家拿出你的振兴券来屈臣氏，因为振兴券只能在实体嘛，所以欢迎大家来屈臣氏的实体。
把它带回家。OK， 好，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刚刚说要抽奖，对不对，小兵？对。来，大家记得我们现在要开箱的是 SkinFood 的什么五分钟面膜？就是五分钟面膜。五分钟面膜，讲了第很多次的五分钟面膜，快点要抽奖了！准备好了吗？手指动快一点 ，OK， 不要顾着吃饭，拿出你的手，放下你的筷子。请问面膜需要几分钟，我们就能快速完成保养？第一个打出五分钟的，快点，快点！啊，有了有了，吴香林，这是念林吗？吴香林，我要回去练习了。给你鼓掌，欢迎欢迎。哎呀，我的手有点脏，没关系。好，大家就是五分钟快速完成保养，怎么完成保养？怎么这个开箱介绍我来告诉大家。小帮手，帮我拿一下我的纸，谢谢。请小编联络吴小姐。OK， 好，大家看到一下我们的五分钟。面膜有四个系列，特别在哪里？我快速跟大家开箱我个人击飞的，我个人啊，因为毕竟不要再晃来晃去了，晃晃去小编告诉我不要晃来晃去，头都要晕了，太嗨了。来，这个是我们的熏心舒缓面膜，大家看到吗？在这边，熏心舒缓面膜是不是超级像果酱的？应该说它是凝冻。好美啊，冻超美的，而且我告诉你哦，小编，它打开来里面是薰衣草花瓣。天哪，这是真的薰衣草，而且闻起来很香，那味道非常细腻耶。我跟你说，大家上班族有没有什么问题？失眠，失眠就要用什么薰衣草？来，我来告诉大家这怎么用。等我一下，刚才那个抽的问题是会送。等我刚刚抽的问题。是会送熏心舒缓跟没有毛孔这两款，等一下还会有其他问题。对，大家可以继续 follow 我们，还有其他问题。刚刚没有抽到的，不要失望，因为我们还有问题会继续问大家，也都送很好。之外，转通我们的直播，在上面打上 C U Two Skin Two 新品上屈臣氏 tag 好友的时候，我们会抽出一整组的。心动拍布抽奖送给你，所以我们太多抽奖的东西了，因为老板出差不在，我们就可以这样。OK， 好，那刚刚我们又偏题了，小编我又偏题了，来回来。舒缓怎么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所谓我们俗称的浴室面膜。为什么要叫浴室面膜？因为大家我SkinFood一直都知道现代人压力很大，上班族很累，回到家就想要洗完澡躺下去睡觉。来，这个的面膜就是你洗完头、洗完脸、刷完牙的时候，把它敷上去，然后我们在洗身体的时候，就可以运用在你洗身体的五分钟来完成这一个面膜。也太方便了吧！我现在回到家就只想睡觉，五分钟真的很方便。是，而且我跟你说，洗澡的时候我们都会洗温热的水嘛，那都会有什么蒸汽，可以顺便蒸皮肤，它会加速面膜吸。可以让你的毛孔打开，把面膜吸进去。哇！不吸进去，是吸收。OK， 好，我们呢这个薰衣草的熏香面膜的话，来大家看到它的薰衣草花瓣，就是我们常常啊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们除了要一些身心灵的放松之外，我们的脸也要放松，所以在我们无敏感、脑内缺水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你可以用熏心舒缓面膜。打通你的水的肌肤通道，就像我们的肌肤就是一个水管，大家想一下是一个水管嘛，水管你如果有水冲过去的时候，脏东西还有一些暗沉就被冲掉了。 OK， 这个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我们的这款面膜，就是我们的五分钟面膜，很特别是除了可以当面膜之外，还可以当背膜、脚膜还有肩膜，就是各种膜都可以当。那待会会跟大家说怎么使用。像这款熏香啊，我们它是凝冻式的，你把它冰冰箱，夏天要去外海边冲浪的时候，脱皮晒伤的时候，从冰箱拿出来不肩膀，可以帮助你的晒伤有很好的减缓的效果哦。好，小编再来，大家最在意的是什么？敏感。这个是我们的杏桃萃取的，是土耳其的杏桃。它叫什么名字？它叫做讨厌敏感，是不是很可爱？这个名字。好，讨厌敏感呢，告诉大家，这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跟矿物质，很香。你知道我不是小编哈，我本人有一些痘疤的问题，我每次洗完脸都会很红很红。
就是痘疤那边会很红，所以有一次我就回家洗完脸之后我就敷了这个，走出浴室的时候照了一下镜子 ，Oh my god， 我的红色不见了，我觉得我瞬间变很漂亮，也太夸张了吧！真的是你，我真的拍胸脯认证，哎呀，我的衣服被我拍脏了呢，也太显示，它真的是抗敏感非常的好，再加上现在夏天大家肌肤会很敏感，对不对？嗯，容易被长痘痘，我也是超烦的。要穿那个比较平口的都不行。这个除了可以敷脸，还可以干嘛？它可以当身体的背膜，它可以敷在背上。如果你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帮你敷的话，OK。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讨厌敏感。大家有没有对什么面膜比较有兴趣啊？我可以再告诉大家，或者大家对面膜有什么问题？不然我一直讲一直讲。我现在把我衣服擦一下。我想再看。第三款，第三款是我们的封印之牙。来，这个封印呢，不是那种真的是封印解除。你是骷髅魔法封印解除？不是，它是封印的封。来，这个香香，甜蜜的味道，我觉得我恋爱了。这个是封印之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哦，就是蜂蜜的颜色，里面是什么？麦卡伦蜂蜜 ，Oh my god！麦卡伦蜂蜜据说啊，它有非常好的修复伤口的效果，所以我们的皮肤会有一些隐性伤口，或者是比较不吃妆、容易脱皮脱妆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这一款面膜瞬间急救，花五分钟的时候，你敷完之后再上妆，你的妆会非常的服帖，而且它可以矫正你的蜡黄肤色哦。小编，你知道啊，我跟你分享一下这一款面膜啊。除了可以敷脸之外，它有个地方是很多人很 care 的。哪边？就是，请 take 我的脚。脚，它可以敷在脚上当脚膜。为什么？为什么要敷在脚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有脚的死皮问题，对不对？真的，而且穿凉鞋全部跑出来，超麻烦。不好意思，让大家看到我的死皮。所以这款面膜呢，你可以。敷在脚上，如果你死皮真的很严重的话，我会告诉你，把保鲜膜把它包起来，敷五分钟，也是只要五分钟，五分钟用水乳化按摩掉它之后呢，死皮就拜拜喽。这一款叫什么名字呀？封印滋养，它可以加速新陈代谢跟补充肌肤的滋养度，所以你的死皮就会拜拜。它闻起来就是淡淡的蜂蜜味道，蜂蜜味道，就是很甜蜜、很恋爱的感觉。再提醒小编，友善提醒，再记一下，认真再记一下它的名字。小编，你不要再偷打 pass 咯，我们等一下要问问题了，这个名字赶快先打好，我们赶快要问问题咯。要问问题了。让我来问问大家，请问哪一款面膜可以去除脚的死皮？快回答，快回答，快回答！哪一个？哪一个？刚才名字是不是还没有进？甜甜蜜蜜的，甜甜蜜蜜的，你知道？小蜜蜂，嗡嗡嗡嗡。要全名，要全名，要打全名哦。有人打错了，不行。请打正确的字哦。哦，有一个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字是。Is Amy， 恭喜你！他可以获得什么呢？他可以获得封印滋养跟讨厌敏感这两个面膜。赶快私讯小编。私讯小编，好。恭喜呢！我们奖还没抽完，大家记得先转分享我们的直播，然后上面打上四 YouTube 跟 Skin Food 新品上屈臣氏。然后 tag 好友，我们会抽出一整组的心动开布唇甲霜之外，待会还会有 Q&A 的问答，大家不要放弃哦。好，小编，接下来我们赶快来讲最后一个，好不好？好，最后一个，大家也是很 care 的黑头粉刺的问题，超麻烦。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叫做我先跟大家说，大家讨厌黑头粉刺还有毛孔。这个叫做没有毛孔。我天哪，名字也太可爱了。草莓的莓。哦。草莓的莓为什么呢？因为草莓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可以代谢我们的角质，可以帮我们加速新陈代谢。而且它很特别哦，它是雪泥的质地，所以它绝对不会刮伤肌肤，反而是让你的肌肤有很好的按摩效果，帮助你代谢老废角质。
小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很爱没有毛孔。为什么？虽然我是男生穿不到比基尼，但是我很多女生的朋友很喜欢穿比基尼，但是他们都会有一个问题，就叫做腋下暗沉，然后还有这边暗沉。膝盖暗沉，盖壁暗沉，这样穿比基尼好看吗？小编超不好看啊，那一块黑一块黑的。因为它里面的花青素很多，它有嫩白效果，所以这一款面膜，刚刚我说嘛，这些面膜都是不是只能当面膜，还可以当很多膜，这个就可以当做你的身膜，叫做身体的膜。OK， 这个身膜呢，就是你任何暗沉地方，不管是你的腋下、你的侧边、你的盖壁，只要暗沉。就可以使用吗？你就可以让你肌肤嫩嘛，你穿比基尼出去约会，我跟你讲，猛男看到你就锁定你，我跟你说。想说这个女的怎么全身白到脚底？是白雪公主的，一定是。这个叫做没有毛孔。那这个没有毛孔啊，它真的大家很特别，是跟一般你如果要拿来当身体去角质的话，它是雪泥质地，跟一般的一些比较颗粒很硬很粗糙的质地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完全不会刮伤肌肤，造成肌肤的负担。大家有听清楚吗？大家有还有对什么东西很好奇吗？有没有人有问题？对啊，有问题的话我可以赶快帮你解答。比如说什么东西可以怎么用啊，或者是它可不可以用在哪里啊，我可以帮你解答。你们等一下下线之后我就要去吃午餐了，就不理你了。你们可以先想一下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再问最再再一个 Q A。小编，来，我来后退。大家知道我今天在。是开箱大量的品牌，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我刚刚已经都讲了这么多话，那这两个品牌都是屈臣氏的独家品牌，一个叫做 CUBU， 一个叫做 SkinBu。那大家也领了振兴券了吗？只要你喜欢的话，你都可以来我们的屈臣氏同名店来这边摸摸看，它可以在这边你可以摸到颜色。闻到味道，此外可以挑选你自己最爱最喜欢肤质的东西。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小编帮我撞他。我们这边有美容小老师，哇！美容小老师可以告诉你怎么使用，还会帮你挑选最适合你的。大家一起振兴起来，没问题。废话太多了，我们来问问题。请问这次我们介绍的品牌是哪两个品牌呢？赶快回答，赶快回答。有一个于小莹，好，你中文不要念错啊、哦，于小姐，恭喜于小姐得到的是我们的，让我来看看 ，Oh my god， 是我们的心动拍扑369，三支哦，好好啊，我帮你看一下369吧，还有那个 ，Oh my god， 这个也太美了吧，这些颜色，这是甜美小姐姐的颜色哎、欸。是3号、6号跟9号，记得东西会直接，没关系，等一下再擦。会赶快私讯小编，记得私讯小编，小编你赶快自己敲擦。好 ，OK， 好，这个三个颜色，以上是今天我们的两个品牌的开箱，记得大家来到屈臣氏的时候，可以在你家附近的屈臣氏找找看。都没有我们的 CU2 以及我们的 SkinBu， 如果大家都不知道哪里有的话，在我们的网站里面都会有一个店点资讯，大家可以在店点资讯里面看到，那都可以到实体门市来摸摸看颜色以及闻闻看味道，挑选最适合你的。那记得现在炎炎夏日，不要忘记多花5分钟保养一下你的肌肤，会是对你的肌肤最好的帮助。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快闪。我然后最后再说一下，就是分享这个直播，我们晚一点来再。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刚刚5个问题大家都没有回答到，对不对？记得赶快分享这个直播，我们会在今天直播结束之后抽出最大盒子，有得到9支纯甲霜哦。我跟你说，真的太好了，因为老板不在，我们才敢这么送，不然我们不敢送。有人问说，拍扑可以用当成眼影使用吗？可以，拍扑可以用当成眼影使用，但是大家记得我刚一直说的，沾一下就好了，慢慢上。不要一次太上太多，因为它很显色。CUBU最强的就是显色度，真的，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上全脸了。我跟你讲，就跟你说，它是一个约会的急救神经这么小，你放口
全包都不容易，就是小小的而已。有人问偏黄肌建议使用什么颜色的拍铺？偏黄肌建议使用什么颜色？我跟你讲，偏黄肌的时候你要先用封印滋养。我跟你说，先用封印滋养，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矫正蜡黄肤色，它里面有黑糖，加速你的皮肤新陈代谢，把蜡黄代谢掉之后呢，我们再来。蜡黄肌的话，我很建议二号、五号、八号都可以用。二号、五号、八号，因为它都属于莓果色，带点莓果色，还有五号是带点一些淡蓝色，都是蜡黄肌非常适合使用的。二、五、八，好，还有人有问题？还有人有问题吗？没有问题，都可以问我，我可以赶快告诉你。方便在两对面吗？对啊，就在这里，这边 For You Too 跟 Skin Food 都有。还有人有问题吗？我都可以回答你。小助手，我想要湿纸巾，谢谢。有没有问题？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看我们直播啊？我们最多有150个人同时观看。同时观看吗？对啊。大家应该都是现在是12:28是用餐时间，对不对？嗯。大家就是边用餐边抽奖，好棒。有人问太奶色是几号？太奶色是几号？是5号。5号。5号现在。好，来，大家记得里面有什么成分吗？有 Q10 跟维他命 C、维他命 E。这个是五号，是太奶色，超美，超美。好，还有什么问题？我跟你说，五号真的我激推台湾女生，因为就是台湾女生很喜欢，第一是我们喜欢追求的是最流行的东西，太奶色现在是最流行的。第二是台湾女生很喜欢白皙，但是又想要有一点点修容感，就是用5号。好，有人问每一间屈臣氏都有吗？我跟你说，屈臣氏呢，你如果真的，比如说在台北地区，我们有统领店在忠孝敦化，在崇光，在忠孝复兴都有这两个品牌。你是在哪里？你告诉我你住哪里，我就告诉你哪里有。好，也或者是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可以查询我们的所有店点。然后有人问拍铺是不是有珠光，可不可以示范一个颜色？好的，没有问题。我告诉你，拍铺没有珠光，它是雾面，时下最流行的雾面。好，我们再来挤一下二号色，因为我个人好爱二号色哦，蔷薇色。来，记得哦，挤一点点就好了。我跟你讲，我每次都太浪费，都会被老板骂。沾一下，上去。慢慢的循序渐进的上，你的颜色会很服贴于你的肌肤，它是雾面的，没有珠光，这样没有超美，超美，超美，蔷薇色就是小姐姐色啊、哦。我跟大家说一下哦，上完这个，如果你当腮红的话，上完再压一层蜜粉，压一层蜜粉，它会肌肤的白里透红的感觉。来，小编帮我拿个 Skin Food 的蜜粉，让大家上看上蜜粉的感觉 ，OK。我用蜜粉沾过去，大家可以看一下哦，有上了蜜粉之后的差异，这边的肌肤是不是白里透红的感觉？看照得出来吗？可以，感觉很明显。这个是小 table， 为什么要上蜜粉呢？因为我们上完腮红旁边都会有一些界限嘛。如果上了蜜粉之后，它可以帮我们柔焦界限，让你的妆就是小心机白里透红。人家你要男朋友一约会看到你 ，Oh my god， 我女朋友怎么是白里透红的肌肤？有人问拍铺可不可以混色使用？混色使用当然可以啊！我跟你说怎么混色使用呢？如果你今天的唇部你是用，比如说你的唇部是用比较带橘的颜色，例如太奶色啊之类的，那你的脸颊我会建议你可以用，比如说二号色、蔷薇色，因为你不建议啦，建议就是如果你有不同的颜色去做搭配的话，会让你的整体妆容看起来是比较耀眼。有人想看四号试色？四号吗？好的，没有问题。四号呢，这个就是它也是奶茶色。刚刚我们的五号就是奶加的比较多，那四号呢就是茶加的比较多。OK， 我来试一下哈，记得一样挤一点点就好了。它也是太奶色，但就是茶加的比较多的太奶色。刚才这是二号超美的颜色，现在就是四号是比较偏茶色的太奶。太奶的这颜色也很美 ，OK。好，最后一个问题喽。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他们问说面膜会不会黏腻，好不好冲洗？哦，
我跟大家说，刚刚忘了跟大家说，我们的面膜啊，大家很害怕是在你洗澡的时候不小心被水泼掉，对不对？对。所以它有防泼水设计，但是你好不好冲洗呢？很好冲洗，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稍微的用水，再把它稍微乳化一下，整个水一冲，面膜就冲掉了，而且它冲的可以非常干净。哦，再看一下，等我一下，有人想再看一下，这个是四号，这个是二号。好，这面膜啊，真的是就是一个浴室保养面膜，你在浴室就完成你的保养，是不是很方便？超方便，只要五分钟，所以它叫做五分钟面膜。五分钟面膜，好啦，大家记得不要忘记分享我们的直播，然后打上我们的通关密语是。YouTube 顶部的新品上屈臣氏，然后 tag 你的好友，待会大家会在你们吃完饭的时候，小编可能就会抽出九支颜色的幸运得主，你中不到威力彩，但是至少也来中一下我们的心动拍布唇颊霜。刚才太奶是四号，这个就是偏茶比较多的，茶比较多的太奶，然后这个是二号，蔷薇色。因为这边的光有一点点偏橘，所以我们很建议你们直接来屈臣氏这边试用。对，你们可以直接到屈臣氏的实体店铺来看一下东西，摸一下东西，因为这样子摸会是最准的。虽然我们都会推荐一些比较好的颜色以及比较时尚流行的颜色给大家，但是取决于你自己个人的肤色跟你的肤质状况，还是建议你可以到现场来摸看。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我要去吃午餐了。拜拜，最后拜拜。没有问题了吧？没了，对，四号跟二号，拜拜。拜拜。